底下一条，他弟子身体某处不舒服，用大悲咒，大悲咒的，贴纸贴在病痛的地方，贴后好了很多，这样如法吗？这个，这是感应，说明。这个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，他是用水，把这个爱，感恩贴在这个水瓶上，那么你现在是把身体当作水瓶，你贴在这身体上，会起同样的作用，如果说更殊胜的作用呢，贴上这个大悲咒啊，要发大悲心。那你对这个效果就非常殊胜，发大慈悲心，帮助苦难众生，那像我今天也没有钱，也没有地位，也没有势力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念佛方法回向，给一切苦难众生，就像宗教里面呢，为苦难众生祈祷一样。这个是大悲心的流露。